1萬名群眾聚集在民進黨競選總結結果。票站在朝早8點開門，一直到下午4點投票就會結束，部分票站會即時開票。是他第四次参选总统，但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都被民进党和国民党大幅抛离。朱立伦好正面回应，如果败选会不会辞任国民党主席的职位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特意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造势大会，为求力保新北市大量选票。朱立伦说他虽然输了，但仍然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国民党的忠实选民，激励他们不断反省和改革，这个也是4年之后令他们可以卷土重来的力量。高雄市的票站有不少市民一早已经前往投票，早上票站已经大排长龙。选民除了可以投总统票之外，还可以投立委和政党两票。这批青年新兴政党，他们要在今次立委选举争夺超过120万青年选票。年轻人在今次选举的取态将会是给大陆方面的讯息，清楚表达拒绝国民党的两岸政策。本来这两立都应该摆满了蔡英文跳板公仔的杯，但是现在都一扫清光了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雨中大跳，他的车队下午在台北进行扫街宣传，争取选民支持。根据台湾 TVBS 最新民调显示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支持度有44%，超过国民党朱立伦20%。选举，我们同一些零场台台台台送来台，其中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选举中大获全胜，当选台湾总统。民进党并取得立法院过半议席，实现府院全取的目标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在点票员结束之前，夜晚黑7点几的时候就承认落败。他致辞的时候多次鞠躬致歉，并宣布即时辞任党主席。现场民众每听到票数到10万、8万的关口，都会挥动手上的旗帜，亦都会高呼呐喊，现场气氛热烈，情绪高涨。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，将会在5月20日上任。他们现在只有4个多月，他期望建立一个团结自信的新台湾。朱时网记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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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家龙，新北报道，张安喺台北报道，徐家顺，台北报道。